来常录制中秋晚会，杨宗纬有机会和不同的艺人交流合作。磊哥嘛，因为我只有在第二季歌手的时候跟他见过面这样子，然后一直都希望跟他有一些撞击合作这样子。多次和芒果台合作的杨宗纬早已把长沙当成第二个家，因为好兄弟鲍春来，他更是对长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因为我入门商赛大概是鲍春来吧，小鲍，对，他就会介绍我很多，像他带我去步行街吃一些暗黑料理这样。这个好像什么粉丝辣粉丝那种米粉，还是看起来透明的那种凉粉还是什么？对对对，酸辣粉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不知道那个，我可能只知道什么德式香干啊、醋泡花生啊。说起零零后组合 TFBOYS， 杨宗纬更是忍不住感叹后生可畏。TFBOYS 哇，很怎么讲？他们现在都有支持他们很多很多的群众这样子，然后这一次可以跟他们同台，我自己也蛮兴奋的。当晚另一位表演嘉宾曾毅明也有同样的感受，还称赞 TFBOYS 让自己想起了当年的小虎队。帅吧，应该是帅。是吧，然后又能唱，没了解过，我想回去好好去了解一下，也自我反省一下到底我哪里出了问题。那你有研究过他们的音乐吗？没有，但不过刚刚有听他们唱的时候觉得还蛮对，就是跟小虎队似的吧，小虎队，对，我觉得他们肯定会变成80年代的小虎队。芒果TV综艺频道长沙报道。